business than you. Watching. And another. 感觉精神状态有点问题。没事，我平常就这样，我平常就这样的，我很容易发癫的。哎呀，谢谢亲密谎言。所以昨天晚上也是发癫吗？昨天晚上没发癫。昨天晚上我准备的那个东西，其实我两天前晚上就写，三天前我就写了，然后我一直没有发出去。昨天晚上想了很久还才发出去的。昨天晚上不是发癫啊。问是主，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爱过我？哎呀妈呀！我怎么这狗的心脏？我怎么那天晚上播的没有像今天反应这么大呢？可能是因为今天从太高的地方下来了，我今天几乎是从五六千米的地方下来的。前几天可能还是从四五千米，今天从五六千米的地方下来的。哎呀妈呀！而且最主要是我来这个地方，我每天我吃不下饭。他这边做的东西都特别的油啊，就每天都吃的很油，我都吃不太下饭。我今天晚上也是回下来之后就没吃什么东西，我现在，哎呀，我现在整个人都不是很得劲儿。哎呀妈呀！没有刻意在卖惨的意思啊，因为卖惨的话会有人刷礼物的，但是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礼物。哎呀妈呀！全身都不得劲，哎呀妈呀！看着真的好累，没关系啦，累虽然累了，明天回去杭州，哎呀，就可以结到一批巨款了，没关系的，钱就在远方等着我，哎呀。谢谢三路左的新疆是个好地方，谢谢坏不坏小孩，谢谢坏不坏小孩。我赚的钱就在远方。哎呀，哇塞，我这个眼睛刚刚都又一直在跳，又一直在跳的，我刚刚的左眼皮跳了好多下呀，感觉像在生孩子，真的吗？不可以乱说的，生孩子是个很神圣的事情，不要用我这么低俗的表演形容生孩子，可以吗？谢谢龙猫，每个妈妈都特别的伟大，谢谢龙猫啊，谢龙猫，但是我现在脸麻是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我的脸一直在麻，就一直麻，像那种蹲坑蹲久了麻，蹲坑蹲久了腿麻，现在遗传到我的脸上了，走到我的脸上了，我的现在腿不麻，麻到我的脸上来了，哎呦，我现在要不爬到床上去吧，我躺在那个后面吧，哎呦妈呀，是不是我自己特意这样作的？我平常也没有这么难受，今天晚上我是不是故意把自己？作的这么难受啊，其实还没有这么难受，平常晚上也没那么难受啊，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难受啊？是不是因为这直播那种表演型人格上来的，表演的好像表演的真难受了，哎呦，控制呼吸频率，
三长一短。刚我的右眼皮又跳了，现在左右交替的跳，又跳了，我现在左右右眼交替的跳，怎么办啊？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啊？谢谢玫瑰送来的大炮。哎呀妈呀！我感觉我真的不能再说话了，我感觉我真的要面瘫了啊！我现在整张脸都好重哦。我给你们最后交代一件事情吧，你们下播别给我，你们现在别给我送礼物了，你们去给我最新的视频抖热一下吧。最后一个，我小小的请求，我真的不能再播了。哎呀妈呀！